就是觉得哇，好像大家一起会做的事情，就是敢爱敢恨啊。我就从以前对他印象是这样。你会有他这样的勇气？你想再看我闪婚一次吗？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我已经现在这样子很有勇气了，然后又生了三个，我觉得我很棒了。贾静雯任勇气不输大 S， 我也生三个，质朴招我爱抱你狂灌迷汤。我觉得我今天一整体的造型都是我女儿非常会喜欢，想要把我从里面抽出来，她自己进来的。贾静雯今出席 Tiffany 品牌活动，身上佩戴珠宝近2.5亿台币，趁着白色情人节跟老公喊话一下。如果杨颖回家，老公就拿出条项链。那就要先看一下我身上戴的。那你还是很注重，每一天都要说我爱你。你是说你自己吧？我还干嘛自己要跟我掏心掏肺在镜头前面？虽然每天还是柴米油盐，但是我觉得该有的浪漫我们都还是会注重一下。一直最浪漫的是跟大S跟秀安，就是很有勇气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。我觉得追爱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棒、很美好的，只是就是要看每个角色的心态。昨天焦哥说被吓疯了，就你第一时间听到，就是觉得哇，好像大 S 会做的事情，就是敢爱敢恨啊。我就从以前对他印象是这样。你对爱情里面是不是也是勇敢？算勇敢吧。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勇敢，然后也勇于面对的女人。是因为有他这样的勇气。你想再看我闪婚一次吗？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我已经现在这样子很有勇气了，然后生了三个，我觉得我很棒。我觉得爱情很美好，那时候的心跳的频率跟每天的期待值会不大一样。现在的心跳频率都是听到小孩的妈，然后想好可以先等一下吗？我们家那个最小的是双鱼座，我现在真的被双鱼座女生，真的就是每天她超浪漫的，她都会用肢体跟语言跟她的亲吻给我最多的爱，她看到我都会眼睛有的那个泪光，然后像妈妈我抱爱你的，我宇宙无敌抱爱你，然后像每天出门都叫我亲他们的手掌画一个爱心，她说她带我的亲吻去学校，这样才会有勇气跟想念我，她可以亲手掌。当然啊，因为我们是家人，其实从他第一时间到现在我们都陪伴跟了解他。在第一时间面对的时候，其实他是你看到他的表情跟他勇于面对的那个眼光跟那个眼神，你就会被他感动。那知道这个过程，当然我觉得会有点辛苦，但是我相信大家给他的祝福是他最大的动力。那个摄影师是我们妈扁闹的摄影师，其实在当下我已经就是很难平复这件事情，因为那个熊爷对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好，而且他非常的敬业。其实我觉得在幕后的工作人员真的都很辛苦，我还是真的很呼吁，就大家能够多一点的保障，少一点遗憾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他们真的是辛苦钱，再加上辛苦的工作，如果没有这些支撑，他要有怎么样有那个动力带给这个产业更大的不一样的变化呢？就该有的措施绝对不能少，然后不要把它当成赌博，因为赌博好像有一种侥幸心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